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分享四色扁款龙鳞的做法。和常规圆款不同的是，我们扁款呢要在中间包两根三毫米的软管。首先我们来看排线，四色龙鳞呢因为卡位是不足的，那我个人是比较习惯于增加卡位的方式，当然也有不增加卡位的方式，我们后续可以继续分享。我们可以用刻刀再切出十个卡位出来，这样十个卡位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走线，第一组顺时针，第二组逆时针，这样一个循环就结束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重复这个动作就可以了。I'm feeling good.